真没清白，现在来亲一下。主动送上一吻却被抵死不从，陈雅兰领衔主演的歌仔戏职人剧首播记者会直接把戏班搬上台。播音社歌剧团，阮翁死了，我这个团长一手撑起这个家族的吴桂英陈雅兰。我是庄凯勋，我演的是晋上，就是我阿伯过往进前，我是团长啦。非戏班出身的庄凯勋由陈雅兰领进门，共同演绎用台湾原生的传统艺术歌仔戏文化为主题，叙说外台歌仔戏班的家族与团员们间的奋斗故事。我咧演的过程当中，甲阮咧写剧本的过程当中，阮都有深深伫咧注意。其实吴桂英的角色，就代表咱台湾所有的查某人。金钟视帝陈雅兰这回饰演严格又温暖的母亲，新剧更是集结林宇轩、郑英生等等实力派演员。因为我们可能摸了三四十年了，那他们其实是都是临时抱佛脚，但是都有集训过了，而且他们也很认真。光是平凡上浓妆、头饰等等就已经很累，演员们却还是敬业，呈现最好的台湾精神。TVBS 新闻张震、周一凤、林文台北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